伤难过，春来发几枝，愿君多采一些，此物最相思。烦躁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说话，也不要做任何决定，安静待会儿。成年人的烦恼，和谁说好像都不合适，要学会自我消化，想开，看开，放开，不为难自己，不盲目较劲，凡事尽力，无愧于心就行。真正的强者，在夜深人静时，把心掏出来自己缝缝补补，一觉醒来又是信心百倍。自度是一种能力，度人是一种格局。